男人可以忍住多久不换内裤呢？作为一个女人来讲，这个话题还是有点小尴尬哈。但是呢，为了兄弟们的幸福生活，我都豁出去了。其实男人呢，一条内裤呢，最多你就穿上个两个月吧。因为长时间不更换的话，里边会滋生细菌的。就算你每天都去清洗它，也很难保证这个细菌完全被清理干净。那你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呢？今天啊，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超级哇塞的刺式内裤。它的设计啊是非常懂男人的，区别于其他的内裤不同呢，它底下是有两颗小磁石，可以形成一个微弱的磁场，对你啊进行一个养护，非常的舒服。而且它内裆呢是采用的温感科技棉，遇到潮湿，表面小圆点就会消失，把它吸走了，让你里面一整天都是干爽清透的，穿一整天呢你都不会觉得闷热。而且这裤腰这里啊还给你做了一个加宽的设计，不会勒人，舒适度是直接给你拉满了，穿上就像没穿一样，特别的舒服。每一条呢都是一个独立的罐装，方便携带，档次真的是特别的好哦，既干净又卫生。听我的吧，赶紧去给自己换一个好一点的装备吧，毕竟嘛，舒服是自己的。